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美。明天我老爸就迎来了53岁的生日啦！我现在准备给大家去订一个蛋糕，走。不要订蛋糕，订什么蛋糕喂？仪式感是要有的嘛。我妈叫我不要订，不要订。她说平常生日又不是自己的生日，那也要有仪式感的，对不对？买一个小一点的嘛，我们四个人吃掉就好了，好吧？我想订个蛋糕啊。明天爸爸生日用什么样的？50岁，53岁，那的话这么大就够了，差不多。你确定吗？我的好胖啊！最后选择了这个发财的，恭喜发财！订了一个6寸的，花钱花钱。妈，好不容易一年就一次生日嘛，对不对？买个蛋糕也是应该的。像我小的时候，你们还我10岁还给我搞了2个生日呢，是不是？现在我长大了，我也给你们。就个蛋糕的事儿，明天吃饭之前来取就好了。今天我老爸生日，我准备做一个拿手好菜，西红柿炒鸡蛋，这个是我目前做的最好的一个菜。对，做一下看看他们喜不喜欢吃吧。哎呀，今天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我是不是我也要烧一个菜？随你开心。好嘞。那我也烧一个。哇，是烧的挺好。怎么样？哇塞！感动的，五百秒哎。你都还没吃就感动了。感动一整点，不要不要。我哥看我做的那也。他也要做一个拿手菜啊！哇，烧了这么多，一个两个，没菜还烧这么多，三个，还有一个大美女哦。这个美女，你知道那是干嘛的吗？不知道，干嘛的？海鲜爷，我馋的。哦，发泄一下，发泄。对呀、啊，帮他老爸管财务的。祝老爸生日快乐！一定要天天开心啊！不要胡思乱想啊！尝尝我做的怎么样？评价一下。我是一个不会做菜的人。看一下就很好吃。哇，说实话，说实话。好吃的，刚洗的少哎。谢谢谢谢。你是好吃，比我烧的还好吃。真的。比我烧的还好吃。真的。老爸，今天你生日快乐啊！谢谢，这些年辛苦你了，辛苦我们也是应该的呀，都是为了儿女嘛，对吧？那你随意，我干了。干了。千言万语都在酒里。对。老爸，老肖给你的红包你记得收哎。我这个闲生日怎么也好意思收红包呢？人家心意嘛，你收下就好了，好吧？好吧，我待会收掉。你又喝、啊，天天开心。今天喝的尽兴是吧？难得。今天不醉不休，是吧？今天陪你一下，那是必须的。漂亮小姐姐，多吃点。都是一家人啊，不要客气。多话我就不说了啊。多话说不来了。啊。钱。该吃吃，该睡睡。赚钱的机会有的是。赚钱的机会有的是哎，不要太拼啊，不能太拼。你现在年轻，万一落到以后落到什么有真，我说不来了，真不行。说话能结巴了。喝多了吧，喝多了吧，喝多了。我太开心了，我太开心了。反正你自己在，你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吧？我有点担心你，我真的有点担心你，太皮了，不能太皮，不能太皮，啊！妈，这个蛋糕，妈，反正有时间就过来好了，来。
哎呀！是的，我走，我反正把我头发都盖着，能咋行呢？我就说你妈今天是特别要辛苦一点，对。其实你们大家都辛苦。其实她一直都很辛苦，为了我们家。你们大家也是都辛苦。你们两个都辛苦。你们两个都辛苦。包括小鹏今天不在这里，他就缺了一个他，我帮你发过来了。我感觉都不好意思说他，一定要叫我说掉，不说他好像要跟我生气了这个样子。那你就说呗。不是我好像感觉这个闲生日好像无所谓的这个样子。哎呀，也是一个仪式感。对对对，他们就不一样。仪式感吧。对呀、啊，人家的心意你就收下吧。那我就结束吧。对呀、啊。快点，这个祝福。这关灯。许愿。啊，行，关个灯。你怎么，你这个蛋糕怎么定的？怎么有一二三四麻将，八条九条都在这里的？哎，来许愿，快点！点烟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老乡别送礼物了，送啥礼物呢？吃蛋糕喽，吃蛋糕喽！家人们不好意思啊，谢错了，谢错了，对，喝醉了，待会我唱给你酒醉的蝴蝶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祝福。